我喜欢他最害怕男生开心这种衣服。全菜刀队其实也还好，感觉比那种全 AP 的要好。好热啊，对面。对面阵容太扎实了。对面这也太瘦了吧。对，三个前排往前一点。是选这种阵容，五个控制。哎，我服了，老选这种阵容。对线好杀那个魂不好想，所以他想压我比较凶，那个真不错。这个英雄很难杀的，他只要稍微稳一点的话，基本杀不掉。手太长，手太长了，他两个 QE 把线清了，没什么办法。这个阵容太恶心了。鼠标为什么没充上电啊？我操，鼠标没电了，怎么充不上了？哎，你切出来了？你还有别的鼠标吗？我就这一个。那你这个充现在这个充一会就好了。我昨天充了好像没充上，这个正常充的很快的。这也不能边充边用呀，我充个一分钟，我这6%还能用很久呢。鼠标后期打不动人，看着就恶心，我操！没事，这把你舞台很大。五个恶心的英雄，这把应该会比较难打。吃了个红就来了，而且也太慢了吧！好像去反野，然后没抢到野。哦，我都没注意，我在看你。我也没注意。哎，猪妹在你上半区。我靠！豹女怎么被猪女？对呀、好奇怪啊！3分钟了。他要回了，回等个电影吧。真难看。
升级一样。因为在你旁边应该想抓你了，这回三个人哎，来一下兄弟，我操你没一吗？他应该是在回城里，注意我操，他是不是没看我啊兄弟？应该在回城。我看豹你，我看豹你在那边，我特意往他那边走的。我操，坏了呀！加油！你这把打野有点不会玩，感觉你中路压力会很大。我第一次见到豹子被猪妹追着跑的，我靠，整笑了。有人头，赚的呀，他都没闻到经验的，炸了，回忆一下，我可能要死。闪很难杀，这英雄我基本只有有闪那一波杀而已。他好像毙了。
打游戏手会出汗呢。对。我要令人见证。应该没了，这个。哎，还行，而且打不了死了。别太着急，别太着急，感觉有点着急了。我这边是谁？感觉水一些现在挺好用的属性。嗯，这边阵容我必须水一些，控制的太多了。
哎，有人头下面，一个人。等他走进来，然后一颗 WQ 往后拉，南叔的狂欢告白盾牌啊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这种场景下说这个话，靠神了，我操！这难出的连理智啊！
谢南初的童话城堡啊，感谢南初。简单说的童话城堡，礼物没见过。我必须闪现杀太多了，现在不会装备，还是这个小袋。可以啊，我没拿到五杀，我操！我以为我有机会五杀呢，但还行吧，还没超神。这么打吧，我要去发育了。好像好像很远，还是单杀了一次。太阳飞机。我上五个才上去。等会儿说不好有个五杀，有机会。但我没级再，其实我就很难五杀，伤害太高了。哎，后最后了。对了，小高手啊，小高手，等龙团吧，得把对面放出来，越塔不好越。Nice.
别抢了！五杀五杀五杀！哎呦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五杀拿到。你看，我就说你有机会五杀，对吧？有机会五杀。这个位置找得好呀，帅的帅的。哎呀，好起来了，这五杀，没吃五杀，这把巨小。还好，差点那个辅助头没拿到，我过不了，我就特别上塔了。这五杀拿到好起来了，一下午就觉得第一次被单杀没那么伤了。不然被单杀一次，我这把白打。再超个神，还有机会再来一个。龙坑坑还有机会。嗯，龙坑他只要在野区打，我就很有机会。对。塔下我就不好了。只要在野区。他们应该会在野区 B 站了吧？现在。已经被搞了几波了，不太敢出来了。但是大龙他们应该会出来，对，就等大龙。就是、下波大龙嘛。听个大龙吧，我比那条是火塔太厉害了。大船吗？真的这么多？这波龙团感觉你无敌了。嗯，这波舞台很大。四杀，拿了四杀也行，四杀不好赢。狗头太弱了，对呀、啊，应该连不上。哎呦，可惜，这波那个这波会第一时间我们刷掉，这波连到四杀我就连不上了。但是三杀的话连不上四杀，如果四杀的话能连上五杀，这波有点可惜了，这波太可惜了。没事，这把应该加很多啊。这把拿了个五杀就还行。回放吗？回放一下吧。中路那波比较，我操，这把两个单，那这把两个吗？那这把加不会加不了太多。估计100多。